女儿呀，你是不是放假了？什么时候回家一趟？妈，拜托饶了我吧，我就放个周末和周日，平常工作这么忙，放个假就别让我特地回去了。真的不回来吗？至少吃顿饭。等我放大假才回去。哦，好吧，不过最近天气反常，要注意身体。真的烦死人了，算了，继续打游戏。可是，你已经半年没回来了，还做了你喜欢吃的饺子，看来只能一个人吃了。我最喜欢妈妈了，我以后会好好孝顺妈妈。您好，这里是来自圣心医院，请问您是伊德海拉的亲人吗？是的，我是他女儿。有目击者见到了您母亲被一辆超速驾驶的车子给撞了，我们在她身上找到她的手机，并且联络到您。目前她正在抢救中，请立即前往医院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请问您还在吗？这位家属，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现在您可以去见患者最后一面了。如果我有回一趟家，妈有我陪着，是不是就不会出事了？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是礼拜六，我回到我妈出事的前一天了。虽然才早上5点，收拾一下，出门回一趟家吧。这个时间好像快要来电话了。女儿呀，你是不是放假了？什么时候回家一趟？今天打算回来一趟，已经出门了。真的太好了，你已经半年没回来了。你什么时候到我等下去买菜，做你最喜欢吃的饺子？10秒后就到。